继续 PS 版的三国志霸王的大陆。有没有人掉血呀？还真有。文丑和张和。好，感谢犯罪的666。行，这就行了。打架打架！我还以为这个城有军师级的呢，所以兵没征满。打北海，哦，北海也是公孙瓒的最后一个城，看看都有谁在了。哦，人不多了，孙权在。那孙权的忠诚度不高啊，挖不挖他呢？算了，不挖，打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？打下来我不找他，他不就是我的人了吗？哈哈，谁送了这么多西瓜？城在哪儿？城在哪儿？哎，让赵云去偷城还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选择真可以。西瓜还在摁是吗？但是他现在打不了字啊。只是你们在说西瓜，他打不了字。军粮的，手爽不爽不知道，但是屏幕一定很爽。这是多少西瓜了？上千了已经。谁这么狠啊？哎，人家智力71跟91一样。咱们能冲上去吧，这个城打下来。有人要读书啊，我们要上北海大学。不行，我这个点儿啊，我要留着叫他的啊，不能就这样用。攒多少钱？对时，哎呀，还知道对时这个概念，你太污了。是的，赵云以前的老大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想多让赵云升升级之类的。孙瓒作为主公，行了，到此为止了。他的骑兵不动啊，你发现没？
老大让人揍成这德行了，不揍。单挑好像有几率拿武器啊，咱们算。本来我就是来那个什么的，来读书的啊。哎，有书院，这回有书院。读书吧，这个武器对整个战局影响也不是很大。我赶紧截图，我看不见，我在电脑端呢，我看不见刷了多少，但是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我能看。你说打陈柳没打下来是吧？哎，没打下来，你看啊，打下来咱们要观察一下。陈柳这个地方真的兵家必争之地啊。他是从这儿打的，从哪儿打？从这儿啊，从这儿打。我天，哇，周瑜周仓魏延，可以，这个阵容很可以了。读书，我继续读我的书啊。一个64，一个68。哎，想起个事儿啊，这个城几个人？5个。等一下，这里咱们的武将需要折腾一下。好，感谢小伙伴的2041个西瓜。你的手机屏幕还好吗？把他名字念出来，我念不出来啊，我都不认识啊。这是火星文吗？啊，又8连击，那是什么原因断了吧？又搞出8连击，太强了。关羽去那边，我记得对这个地方我还有武将呢，包括吕布啊，这个地方。刘璋打襄阳，平原干旱了，上面又有两个地方干旱了啊。胆啊，胆应该是影响单挑的。河海，你看单挑啊，投降这种的。打这里，哎，这里看看有谁。哎，刚才他们打襄阳了是吧？襄阳，这地方陈群在手，打架。哦，小伙伴的2049个西瓜。啊，这个名字是一直走下去啊，给我科普了一下。
有吕布是吗？看看谁在守城。智力19，武力41，那你守个什么城？你守不住啊。冲上来了，同样啊，咱们留着，不用什么士气向上之类的。他们都说用小鸡模拟器玩，但是我不用手机，所以具体怎么样不了解。冲上去了啊！冲上去了！骑兵怎么跑到城墙上的？那有梯子啊，有梯子，有攻城梯。别人就待机了，这王是的，这是直播刘烨继位啊，他还有城呢，这么厉害啊！这还一个城，这还一个城。下一步咱们打下邳和陈留，今天没少占城了，这边也富得流油了，这边也很富了。我这儿不富裕啊，我这里不富裕啊。下批看看谁在啊？徐盛在守城。刘封朱灵需要留下来一个当太守。PS 模拟器。吕布去偷这个城吧。现在这么富了，现在地盘也大了呀。关键是地盘大了，所以自然就富了。有的城你打下来，它里边就有很多钱或者粮食，粮食一卖就是钱。
万分抱歉策略失败。地面是不是智力70多？智力70多在我这边就像90多一样。55，吕布智力87。二爷我抢回来了。哎，对呀，智力50多，在我这跟90一样。智力80多的，啊，贴鼻子搞人智力50多的，相当费劲了，相当费劲了。困难难度吗？这个游戏出门就俩难度，选的高难度的，还有个简单。高难度其实就是普通。有什么效果啊？就是攻城啊，偷城里的兵。真的不用动了，看看能不能叫出来。可以，完事儿了，这个战斗结束。电脑攻击性本来很强的，但是他没打我一次呢。比如说他9个人来打我，一般都要砍个6-7个，所以慢慢的他就没有余力来打我。我有粉丝群，哦，你看冰凉都满了，非常 nice 啊。好，这个城很稳固了，咱们现在要打这个。游戏武将，对，游戏武将挂了，他就挂了。剩7个人，智商呢？8个。马超守城，真的不想打呀，真的不想打马超。我想等马超来打我，然后我逮住他。打这个吧。看这个城多少人啊？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，8000人。出征，咱们去打他，起码也要派4000人，对吧？3500，只有3500。有没有粉丝团的在的？在直播间里发一下我微信。看来需要雷同来投诚了。雷同来投诚了啊！群守城好打。你看人家给我用计，真的好用啊！好，感谢谢天使啊！谢天使发的那个就是我的微信。劈脸来一个，计谋失败，计谋失败，失败了就上了。
我使。单挑我还要额外多花50块钱，对吧？你懂的，我太抠门了。走吧，去单挑也行。征兵用钱啊，用钱，1000个兵是200块钱。都买甲胄了吗？没有，我穷成这样我还甲胄呢。砍他一刀立马投降。这不是来砍他吗？加微信啊。我下播了再加行不行？难搞啊，而且还总安全撤退，这哎呀我排错了，不是自动战斗，排错了啊，他跑了，跑就跑吧，他撤退的话应该会扔武将的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打下来了，统治度11，我的天啊，这上来不就得造反吗？下来就得造反，6个人，这个成几个人？7个，来支援一下吧，来一个大将，大将，从中吧，运点粮食过去啊。我先在这边卖了，这边，这边运。